杰杰，动我的人，你问过我手中的一伙加特林没？这是什么法宝？攻击力竟然如此恐怖！你是何人？为何插手我魔神的事情？我叫魂天帝，你要找的人就是我。老大，你可算来了，再不来，我竟连妖火可就要失身了。来了来了，现在有我在，没意外。区区七星斗帝不足为惧，看我魂天帝如何拿捏他。没想到今日我堂堂魔神宗宗主，竟然被一群丑小鬼给嘲笑了。魔帝金身，这是什么招式？要不是我有天魔鼎，怕不是被轰成重伤了。呦呦呦，这法宝什么品质，居然能抵挡住我一伙的轰炸。老大，这斗帝大陆的法宝高品阶等级分为地品、仙品、神品，每一阶又分为低级、中级和高级，而这魔神的天魔鼎应该处于仙品中级。仙品中级，厉害，我看上了。杰杰，干掉你，武魂天地据为己有。杰杰，妖火快，22道一火归位，今日我带你屠了这七星斗帝。随后在魂天帝的命令下，22道异火全部出现，随后所有异火慢慢融合在一起。这是什么火焰？散发出来的气息竟然不弱于那圣岩榜上的圣岩。可恶，恶心的蝼蚁竟然还藏着威力如此巨大的火焰。不行，让它融合就麻烦了，必须马上阻止它。杰杰，想阻止我晚了，22道异火融合而成的异火就叫你帝炎吧。今天武魂天帝就拿你这魔神宗宗主来祭我魂神殿的大旗。我是真的服了你这个老六，一直攻击个不停，真他妈烦人。本来不想展露我的所有实力，但是为了不让今日这事传出去，那么现在请你们乖乖受死吧。什么？这魔神的气息居然一瞬间又提升了，竟然直达八星斗帝。八星斗帝又如何？看我魂天帝嘎嘎乱杀！不打了，不打了！你小子不讲修德，有本事别拿那奇怪的东西赤手空拳来和我打一场。境界差这么多，我魂天帝可不和你傻。大意了，本以为只是过来碾死一个垃圾宗门，没想到这人居然如此诡异。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先回宗内召集人手，再来灭了这魂神殿。老大，不能让他跑了，跑了怕是后患无穷。不用你说，那是肯定的。